调空调。欢迎趁阳光不燥，微风正好。你看，那个牙签哥，西安都不想跟你争了，他直接说让你说，看你能说出个啥来。欢迎萌萌哥。新进来的兄弟可以对户外感兴趣的可以点点关注哈，我们是户外专门收小龙虾、泥鳅、黄鳝的，早上8:30直播，然后可以拍笼子，拍到的话晚上给你们做好，顺丰包邮。欢迎不期而遇哥，欢迎醉过哥。这声音不吉利，哪个什么声音不吉利？哦，你说那个喇叭声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村里面有人那个了。无聊哥，这是我们，对你说对了。我们一会儿去收鱼，等叶子回来，我们把那个车点着了，我们去收鱼去。欢迎大爱哥。快说啊，坐那里不说。欢迎夜不归。怎么了？